大家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呢是来自于一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旅游管理学院的学生仲林。那这里呢，我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我来这里的生活。其实转眼间，就是我感觉已经3个月都已经过去掉了。我觉得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我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国内学习里面所不能提供的，他这里提供了我非常好的一些资源，还有一些老师同学。然后呢，我觉得通过这几个月的学习，我感觉我成长了不少，真的成长了不少。而且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的一笔人生的财富，哪怕是在以后再过个几十年，当我老的时候，我回忆起来，我觉得我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怀念的一段经历吧，然后接着再来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呢，这里的教学的一些设施呢，一些资源都非常的先进，而且老师都非常的友好，同学们也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各式各样各个国家的人，体会到不一样的风俗民情，所以呢，我绝对是推荐你来尤克兰读书的啊，那谢谢大家。